太歹毒了，我没有这样的爹，我没有这样的爹。小青姑娘，哎，让他去吧。水生，你说这一切真的是葛庄主设下的圈套？无凭无据，我也不敢肯定。庞四，那个姓赵的是从盱眙来的，对吗？正是。 一切等到了盱眙之后再说吧。你来干什么？瞧瞧你。 有什么好瞧的？我这样死了算了。有这样一个爹，真是生不如死。我还不如干脆死了，替他赎罪。你怎么不说话？首先。 真想死的人不会说。其次，你就是死了，也赎不了你爹的罪。现在，我宁可是个孤儿，只要有你就够了。哼，也许我从前还不如你爹呢。你就不能安慰安慰我吗？ 哭有什么用？啊，来，快回去休息，明天还要赶到盱眙呢。有你在身边，真好。Please subscribe this channel. Below the video, please leave comment, click like and share.